这游戏都得是资源都得合理分配，你知道吧？来把辅助蜘蛛。哦，蜘蛛。全军出击！蜘蛛一级别跟人蹲人的，太弱了。蜘蛛一级不行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帮艾克打个野？看我跳舞看入迷了，是不是？这艾克啊，很有可能会被薅着给烫没，直接插个眼儿来推 A 躲个风点一下拿20虎口弹 A 一下，平 A， 赶紧推线，往后撤。点什么问号？吃你一个小兵，有什么好点问号？20块钱你能干嘛？再装，你再逼逼我，再吃你一个，我告诉你，来来来来，继续点来。继续点了，你他妈一个也别吃，我操！啊，你一个也别吃了，喜欢点问号是吧？点来，我无所谓，我一辅助，你这炮车别吃了。想打不了我，那能打不了着吗？咱们打人归打人啊，兵你一个也别吃。你不喜欢点吗？继续点来。这样就没意思了，人家真没干啥，他怎么的？他没干啥呀？我吃他一个小兵，他就一直在那问号；我又吃一个小兵，他又在那一直问号。你不喜欢点吗？对吧？你不是乐意点吗？你继续点呢，我觉得他挺喜欢点的，所以说我就多吃点他点兵，让他多点一点，多好啊！我看你那么喜欢点问号，是不是？我吃一个就不应该，怎么不应该？俺俩抢二级，我吃他一个兵有啥问题吗？我辅助一个兵都不能吃，我20块钱，我吃一个兵咋的了？辅助不是人呗，一个兵都不让吃。哎呦我操了，真是！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的。
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辅助就应该一个兵人不死。哎呦我操你个妈了，辅助一个兵人不能吃，这都哪来的歪理？全剩残血呀！哎呦，一换羽可以接受。辅助可真挺难玩，一个兵人不想吃，我头回听说。Shut down. 想出丝一串串分好。往中来，来，马上到。有没有大呀？那不大他呢？来，你别老说呢。等一会儿啊，就杀这嘎里奥，没事儿，没有伤害。哎，是我下当了，慢点下来好了。我吃他一个兵，他点我问号，我没跟你说吗？他那么喜欢点问号，我多吃他几个兵啊，让他多点一点吗？我得辅助好他呀，那不得给 ADC 伺候好了吗？真是，咱辅助多没人权呢，你说，一个兵人不让吃。弹幕记住了啊，有些兄弟记住了，辅助一个兵也别吃啊，打下路你就好好打啊，这是我跟某些这弹幕学的，你知道吧，一个兵你也别吃，你们家 ADC 就死了也不关你事儿，知道吧，人家家抢二级你不用抢，你一个兵你也别吃，对吧，一个兵那也别吃，你差一个兵升级你也不吃啊，就不吃兵，对，就不能吃兵，大家明白没？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发在公屏上啊！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一个兵也不应该死的啊！
能打。能打能打能打，这能杀。杀一个。还行吧，凑合劲儿吧，不算是很赚啊，一般般。ADC 塔皮能吃不？不能吃啊，错了吗？没跟你说错了吗？啥咱也不能吃，你知道吗？咱们不能，只能吃人头，人头其实都不应该吃，眼儿也不应该插。你买辅助装干啥呀？你说有啥用啊？啥也不让吃，咱插那眼干啥？欠他们的呀？啥也不应该干，就应该塔下去挂机就完事儿，就这就是火力。无敌人跑的怎么那么快？哎呀，点烟点错了，没点到蓝天身上。靠！点的太快了，这点烟。有大没？点什么信号呀？盾弓！我靠，寒冰不出海妖。嗯，寒冰死了，可以。你干他，那无敌人啥也没有，你打他吧，他没有虚区，那出的那是什么玩意儿来的？那是炼金罐，没有虚区。把这药卖了，来一个美甲窃魂卷，不说了，我好好玩了。一直纠结这个事儿也没啥意义。你这瑞文让大虫子给偷下来不应该？我马上到，我马上到，往这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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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一 W 溜 C， 点跳弹，这可救不了了啊！这你要是死，咱可救不了。这人可是有点多啊！等一下，雪薇啊，看看这蓝枪能不能杀。他们应该要打峡谷，可以打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艾克，赶紧过来！先炸一下子啊，把眼儿一排，打个眼儿，一下，推一下，咬，起飞！不着急下来啊，等技能下来。我想一下啊，我绕一下，我绕一下，这波我们绕一下，绕一圈。来一 W 的推咬，无敌人可以杀，闪现咬，来打峡谷，帮着瑞文把上路推了吧。小龙，一打半溜 ，C A， 咬，完了，这大虫子的 Q 放的不错呀。你回头干呢，你跑你能跑得掉吗？你一直跑你能跑得了吗？我没寻这大虫的 Q 能往他脚底放，我
小心他怎么的，他不往后点放。不过这一波我们让队友拿了一条龙还可以接受啊，虽然死了两个人吧。有点乱完了，寒冰可以花一下。我回头来，大虫子挺烦人的，快跑！快跑，兄弟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人太多了，这可受不了啊！这墓地人怎么回事？怎么跟个疯子一样啊？哎呦我，疯狗！漂亮，兄弟们，给我杀！全残血，泪纹踩，哎呀，这也太菜了，这不杀了，哎呦我的妈，那为啥后边还一直吃人家兵，快点疯了行不行，快点疯了吧，别在这逼逼了，我都不想跟你说话了，你说你都令人讨厌的，都根本就不想跟你说话，觉得你这个人很没有意思，很无聊，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东西，就在那叭叭了，行不行？赶紧疯了得了，别说话。还在这为啥吃阴兵？为啥吃阴兵呢？我不知道为啥，你自己没脑子吗？自己想的。这个视野不太行啊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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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蓝枪没啥东西，其实装备不好，消散了。这都差一点意道，有点快，不过这大虫子吧没啥魔抗，我们其实可以去技能交给他，你知道吗？快点来小龙，
们先打他一下，然后下来啊。这无敌影要干嘛呀？谁死了？哇，这无敌人怎么风一样啊？这是风一样的蓝铁，真能跑啊！他出个巫妖加炼金罐，他是真能跑，我也是真能追。我说实话。跑啊，那不挺能跑的吗？我一寻他就得在那回城，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一看他跑的有点快，蓝枪这波估计得死。像我们蜘蛛这种英雄啊，无论你打什么，像这种野区的位置啊，就很有可能就来人，你知道吧？这蓝枪80%要过来打三郎，让他过来了。他如果不打三郎，他就打 F6， 打三郎他就死。往我这儿走来，他没有红，来来来来来。没有伤害，这英雄扫一下吧，用不着扫，这位置不可能有眼。飞降落走，哎呦我这大虫子不闪现吃我，来 EWPA 咬大虫子，薛飞有点厉害啊，大虫子薛飞是有点肉，我都法穿棒了。咬死了小蜘蛛，跟我来来，这无敌人怎么跟个兔子一样？你有兔形态吗？来一个死一个，没视野呀。进来一个死一个，这大虫子。大虫子，我估计我伤害人只能打他1/3血吧，我一套应该秒不了他。除了大虫子啊，其他应该都能秒。这乌迪尔都没有魔抗，一波就死，就是跑得快，他就是跑得快。别的他啥都没有，知道吗？死了。撇来捆住，爬不了推。咬起立，别吃我，薅着来了，薅着来，那咋没续区，我杀，可以杀可以杀可以杀，这大虫子没伤害，他没出第9，
好帅呀、啊！可以打个大龙，或者是小龙，小龙吧，先来个风龙。乌迪尔，小心乌迪尔啊！看看乌迪尔是不是可能在这里。不要让他把龙抢了，打了吧。那瑞文在那打龙，我找找那乌迪尔在哪，我瞅一眼啊。压呢，打吧！嘿，又是我！蓝枪咋不回家呢？真菜呀，蓝脸汉子，这大虫子，这么大个英雄都捆不着，都没捆到他。呸！别打反溜。起飞降落，咬一下接闪现，不行了，这乌迪尔有点烦人啊、哦！这大虫子真肉啊，打不动。这波俺们家都有谁呀、啊？大龙不丢了吗？这咋这么狼呢？哎，你就别去了，你去能打死谁呀、啊？打死俩人，打死俩人也不划算，其实他被瞎当的啊，他被瞎当，三杀吗？三杀，三杀好像也没用，大龙也没了，没什么用，其实。三杀他们也得打大龙，还行吧，换掉他们三个，然后少三个 buff。当然很有可能他们要等，呀，他俩不打，他俩不打也不守中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啊。你像这种劣势局，劣势成这个样子，如果不打龙，那基本上是没法办。你想靠团战来赢，不可能。我们这伤害不能打大虫子身上，打他身上不合适，太幼了。打那乌迪尔身上都行，血太多了，捆不到，算了。还，直接推中啊！来，快推中！先杀寒冰，起飞降落，杀咖喱奥，推，一打不溜，推，咬，你以为你很肉啊，小伙子？你这，杀他，可以杀这无敌啊，死。
让你跑。我杀有点费劲啊。我们的 MVP 差。